美国新泽西慈济志工常年进行推素活动，最近志工到一家电子公司分享环保理念，还特别引用数据告诉大家素食对地球的好处，获得了公司的认同。这家公司决定会渐渐增加素食的供应。吃素哦，其实是一个环保一个很重要的话题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一个影片，大家都知道哈。知行合一，电子公司响应慈济推素。由于这个活动，我们整个公司的职场满了正能量，这是我真正的感受。因为我们这平常工作很紧张，每个人都是只顾自己的事情，然后谈事情都是工作工作。可是今天大家有机会呢，把工作放下来，把心打开来，然后接受这么好、这么健康的一个观念进到我们的生命里。那因为我们公司已经有一些素食的同事，他们可以起领头的作用。那有人领头，有人 follow， 那这样经过几个月以后呢，我相信那个风气会慢慢起来。每天可以吃这样子好吃的素菜，可以吃素都没有问题了吧？没问题。如果每天吃这样子的话，你要吃素会不会是问题？好的，不是问题，可以了啊。当然，救地球不困难，相约如素最佳行动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刘慈楚、肖明景，美国报道。